近鼓励别人说，希望我们就是身上的这个光疗给别人熄灭的时候，我脑袋的那个画面都是彩虹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，很多年前就是那个台北捷运上面有一个女生，然后妹妹不要擦地，要帮我肩膀，那种感觉，我每次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脑袋的画面都是。Yeah.